属灵心汤之睁大双眼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雅各书1章第16节。今天是一个真假混淆的世界，很多人为了获取利益，就会把假的弄成真的，要不是睁大眼睛去研判，很容易就会上当了。还有一些谎言，就是把真实的一小部分无限放大，但是从来不会去探讨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只为了制造仇恨、制造冲突。被煽动的情绪，加上失去理智的行为，我们不只会伤害到无辜的人，到最后，自己也需要付出可怕的代价。保罗警告我们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一旦看错的代价是大的。收起我们的冲动，把事情的真相看清楚，再从上帝寻求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，才不会做出得罪上帝的决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擦亮我的眼睛，清晰我的思维，按捺我的冲动，让我能够把事情理清楚，再求你带领我，当如何去回应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